我们扭转乾坤，透过弘一律师教导的时钟念佛，我们也进入到泰鲁阁国家公园了。我们感恩这一路上国代表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生命中。真主人在之上，在这边所有的十方法界众生，感恩你们为这片土地的守护，感恩你们为每一个心灵的守护。我们更感恩在2567年有我们的导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了解到华夏文明，我们来至于宝岛，蓬莱仙岛以大孝，所以我们的导师以大孝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东方明珠再创新的佛国，盘古开天，第一次由台湾之光佛陀的七众弟子比丘尼僧团日中一时持戒念佛，戒在心中，配合大自然。感恩我们行脚环岛台湾第25天，感恩在此所有守护的十方法界众生，所有的未来佛打破凡理结界，让我们心灯开展，将我们无始劫来的黑暗恐惧战争细菌病毒回归西方极乐世界，在人类的心中